些救赎，直到你闯入我的世界。就算这世界破裂成一片黑暗，我们在黑暗中方站。其实和光也很白分手的那片汪洋，我看见了无比崎岖的方向，麦田尽头有一抹金黄。就算我是光，光芒万丈，一个人能怎样？赴汤蹈火也只是为了你记得这一切最初的模样。标题我都想好了。 LP 老板与竞争对手女高管偷情，用美男计来获得游戏源代码，这个标题怎么样？徐丽娜是千万粉丝的网红，你知道吧？如果用她的抖音账号发布这条视频来控诉我出轨朱韵，你觉得朱韵会怎么样？那个词叫什么来着？哦，社会性死亡。你去告诉李迅，让他好好考虑考虑。我高建宏都要死的人了，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丑闻。可朱韵呢？他舍得让朱韵的名声扫地吗？嗯？我不怕再鱼死网破一次，打倒我多少次我都能再站起来，可他不行。我一直想征服自己的命运，我一直以为这是我想追求的。不是吗？那你想要什么？喂，苗苗。撤诉了。什么时候？刚刚的事儿。这么突然，条件谈好了？朱韵，你要挺住啊，我发你段视频。进。高总，宣传部、公关部还有市场部的主管都提出离职了。同一天提离职，不就是为了打我的脸吗？没事儿，随他们去。东梁，开发部要管好，几个骨干不能丢。你也要走？高总，我从一毕业就跟着您了，以前您抄袭打压那些小公司，我都告诉自己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，弱肉强食没有什么不对的，但现在我觉得您太极端了。说的真好听啊，什么叫现在你觉得？
不就是公司被告了吗？你们害怕了，想跑了。真要是这么有道德的话，公司赚钱的时候为什么不走？不就是看公司上不了市，没利可图了吗？现在，一个个良心发现了，啊？走，都走，所有人都走，我不需要你们。李寻可以单枪匹马的上山，我高建宏也可以，我偏要跟他斗到底。要找你，拦都拦不住。喝什么呀？不用了，那就咖啡吧。有什么话直接说吧。你们是斗不过老高的。你是想劝我们放弃？不，是合作。你该劝的人是高建宏，不是我们。走了。啊！对不起。我这有那个新的衣服，要不你穿上我的吧。不用了，你这样怎么出去啊？你穿上我的，改天再还我。不用。谁能证明这个视频是真的呢？你以为我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吗？你大可以拿去鉴定，这条视频没有丝毫的剪辑痕迹。是吗？那发给我吧。高建宏，你真卑鄙！和李寻学的，他不是总有后手吗？朱月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也可以看看李寻到底是更放不下自己，还是更放不下你。我高建宏也想看看，他到底有没有真正在乎的。为了打这一仗，你把这么多人拉下水，我、徐丽娜，还有你自己，值得吗？值得。我死之前，我也一定要赢他一次。世界破裂成一片黑。
替老板以与对手公司高管偷情，飞扬可妈呀！妈呀！妈妈妈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不朱玉吗？能看是不是？大华，哦。这现在已经在热搜第五条了，你看啊，几千条评论，几百条转发。哎，你看，这照片都被扒出来了，这么清晰啊！原来这么说，启明跟朱韵之前说的对上了。当年他们有仇，然后李寻打了人。哎，这儿有，这儿有，这儿有，狗血剧透补一波，这仨都是我校友。当年女的和右边那个男的在一起，后来右边那个把别人眼睛打瞎入狱了，那女的就跟 LP 老板好，我去，一模一样。看微博。李寻，喝酒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已经答应跟他们和解了。我最讨厌别人要挟我。你做决定之前为什么不问问我？那些咨询我的事情我不在乎，就算全世界误会我，我也不怕。我愿意。我不愿意。我不想白白折腾这么久。你不能低头，我不允许。怎么是白白折腾？把你赢回来，不亏。你说什么？酒醒了吗？现在问，晚了。
这算是和好了吗？重归于好，藕断丝连。但李寻不是这么缠绵的人，那过程也太不正规了吧？他昨天晚上说的那些话算数吗？朱云，不要去想那些谈情说爱的事情，事业第一，你们只是普通同事，你可以的，加油。你醒了。前天喝了酒，第二天脑子反应有点慢。朱云，我没跟任何人表白过。以前我喜欢上一个人，也是想办法主动让他自己找上门来。现在没那么多精力了，而且我们也认识很久了，我就单刀直入问了，以前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以后你还愿意重新跟我在一起吗？我知道我现在问你可能不是个好时机，但如果你觉得必须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我们和好吧。就这样，公主，咱们能矜持一点吗？穿过云端指点，风在耳边感叹着遇见，原来表白就这种感觉，飞越极限，真简单。有你看见，但能把你赢回来我也不亏啊。你是不是原来觉得自己安安分分的同事形象塑造得特别好吗？还行吧。其实早就露馅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你不主动，怕我拒绝你，以后连同事都做不成，是吗？其实你不用怕，你问了，你开口了。我也就答应了。哎，你好，黄律师，我是 LP 法务。是这样，上次我们见面比较仓促，有很多细节还没有聊完，所以呢，我们想和李寻先生再谈一谈。黄律师，你看什么时间方便啊？上次聊得很清楚了吧？李先生不同意和解。黄律师，是这样啊，我们愿意拿出5000万，方律师代理的案子也不少，要知道这个价格在哪儿都谈不到。行，那我问问。
可以见面，但李先生只想和高总单独谈。走吧。你们同意和解吗？同意的话，我们商量个赔偿金额，不用拖着。现在是 LP 的弱势时期，你们还可以再加点筹码。一旦审核期过了，不管什么结果，我都不可能和你和解。陈要是耗到最后，鱼死网破，半点便宜也捞不到。你服吗？高建宏，我问你服不服？还记得咱们上次在这见面的时候吗？这段时间订我订的开心吗？下绊子下的舒服吗？你拿我当风向标没问题，但是爬山的人不能忘了山有多高。从咱们认识的那天起，你就一次都没赢过我。不管是校内考试还是校外项目，是系统软件还是小小的游戏，你都没赢过。以前不可能赢，以后也不可能赢。我给过你机会让你选择，可你偏要跟我作对。想和解可以，你现在告诉我，你后悔了没有？我问你后悔了没有？没有。好啊。你说你没后悔，我还看得起你。你记得你跟我说过这句话，我单枪匹马爬不了山。你现在把这句话记住了，我不是一个人在爬山。老高，你怎么了？老高，没事吧？有没有人？来人！有没有人？怎么办？高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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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高总，高总，快叫救护车！快点！高总，你没事吧？高总，高总。Thank you.
后宁生你不在家，我也参与在这儿。他为什么不后悔？我问你，他为什么不后悔？他就那么恨我，死也要赢我。他太蠢了，怎么可能赢得了？他明明知道，他全都知道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我的实力。他为什么偏要把自己逼到这一步？高建宏的病不是你的错，不是吗？我今天突然觉得，我挺能理解老高的。可能他跟我一样，都有过一段死循环的日子。我们三个人，曾经都被同一件事情逼得走投无路。你被一道铁栏杆隔绝起来，我们两个在外面，一个选择逃避，一个选择一路走到黑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把你想说的说出来，不要像以前一样总让我猜。我现在不想猜。难道你也站在他那边？如果我逼死他，你会怎么看我？被消停。醒啦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啊？先吃点东西吧。喝点粥，皮蛋瘦肉粥，我做的，尝尝。你，我退了机票了，留下来陪你做手术。不用。总需要人签字吧？娜娜，我最害怕这样了。你因为同情留下来，你有你自己的人生，自己的生活。谁说我同情你了？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有一段话。
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我说了我愿意，我只是不想违背自己说过的誓言罢了。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手术是明天上午十点，这些是注意事项。医生，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大吗？高太太，高先生之前一直都拖着不做手术，病情恶化得很快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以前你带着我们做事的时候，总是盯着最宽最准的那条路，但现在你只盯着高建宏，他不值得你这样。你不想弄倒他吗？我以前也觉得弄倒他最重要，但是我现在觉得你的未来和发展更重要。那天我看到你下班以后在做 Oculus 的 VR 报告，还看到你研究新的搜索算法，但你都没有继续下去，因为你一心只想着对付高建宏，你没有时间。我恨方志景，我更恨高建宏，我恨他们夺走 LP， 我恨他们背叛我们，我恨得要死，但是我更怕你陷在一块泥地里。晚安。
如果我手术成功了，我们一起补个蜜月吧。嗯，可以啊。要不我们干脆把房子买了，一起出国读书吧。我们一起申请帝国理工大学，一起拿学位。就像你在大学毕业时计划的那样，去 IC 不是一直是你的梦想吗？我都忘了，原来这个才是我的梦想。李轩，希丽娜说的对，恨一个人不值得付出这么久。江湖不大，圈子很小，早晚会再交手的。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？你还记得李寻说过一句话吗？所有的事情，只是在开始的时候是原本的样子，越往后越偏离。病人高建红是今天梁主任的手术是吗？是。那术前12小时有进食，4小时有进水吗？有，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。好，那你们稍等一下，过会儿我们就来带你们。好，谢谢。娜娜，我要见一个人。朱韵，老高怎么样？他说什么都要见李寻，不然不肯做手术。你快帮我劝劝他。不愿意来见我。你先别多想，把手术做了，其他的事情痊愈了再说。就算我死了，他还是不愿意来见我，对吗？是这个样子啊！你去问他后不后悔。妈，我是有件事情想跟你们说。我生了你，养了你，今天你说我没有权利了，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。冲破边界，初遇的一夜，满眼
时钟滴答着不停歇，我也靠着你的肩，我们不会分别，躲开喧嚣世界，陪着我是你掌心的支点，撑起我勇敢向前，像黑夜燃起的火焰。Cause I believe I love you,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， 在你身边的是我，漫长时光陪。我也要站在